身穿黑外套男子骑着重机，后座还载着女友，在台中文心路奔驰，不过没多久马上被员警拦下。在巡逻过程中发现有一男一女啊共乘一部机车，那行进间不断任意变换车道，男子站在原地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，不过员警要他拿出证件时，他却开始面有难色。证件是拿出来了，不过却从包里抓出一包软糖紧紧握在手中。警抓软糖不肯放，员警开始起疑，男子不断称这是自己从小到大最爱吃的水果软糖，不过却被眼尖员警发现异状，就发现说那个软糖封口上有白色粉末，才要求说他请他把它打开让我们看一下软糖的内容。那该名男子颇为无奈，只好打开，当下就发现两包白色粉末，又向警方坦承是安非他命毒品。男子骑重机载女友出门兜风，却违规任意变换车道，遭拦下盘查。软糖藏两包安非他命，还想欲盖弥彰，心虚模样反而被看穿，依毒品罪送办。记者李孟章台中报道。